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oco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深山偏远的，这是哪？这里是金童。青铜金。那个字念金哦，我以为我们要去乌来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们去乌来，然后我朋友就说没有，是要去金铜，去哪里都不知道，就是太难考。我以为要去乌来，然后可以泡温泉。那你还跟人家说你要去泡温泉？对，我说我要泡温泉，然后我朋友来就是神枪，他说我不是要泡温泉吗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在青铜？我们今天来这边是其实我们召集了九柱，然后以及主攻，然后来这边外派。那我们因为扣设人数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召集了很多台，然后我今天是扮演岩柱的小杰，我是扮演虫柱的千寻。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我们的风柱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对，耶，帅气的。好，再来是霞柱盼盼，再来是主攻的。我们重磅邀请来的明主明姐，要不要上？耶！不用，应该刚刚就弄错了，不是这组吗？来自另一个岩柱，最后的岩柱，岩泰耶！耶！我们召集九就成功了，那我们要开始外拍喽！耶！但是主公不算啊，没有主公不算啊，对，啊小尊，小尊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开场没有小尊呢，不是，因为真是既有先生有点边缘，所以被忘记了嘛，边柱啦，边柱，肩hold得住吗？我就站这一行，那我们来欢迎九柱边柱，耶，外拍了，拜拜，好。请，这里到底是哪里？你们要去乌来吗？然后蝴蝶人小姐，今天合作有什么感想？好多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在哪里？直接瞎了。你看看，弄错东西不是？我是不是涂的比我的脸还白啊？有一点呢，有呢。你那边也有呢，是不是？怎么你的门帘可以打开吗？可以，我可以打开。超适合配那个重金属，有变吗？就是我的小孩可以组一个 AKB48 老公，太多了吧，好累哦，你是主播 I want you， 我要教我们的小孩跳舞 I need you I love you， 老公你可以吗？老公我加油，老公你有很多条蛇你知道吗？我加油，这你要蛇不累吧？不小心讲出性癖了，真是的老公。嗨，终于好了。
快啊！一秒，里面当的顺序，那里面当的先对。德烈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太紧密了，请德烈分一点点，就可以后面一点空间存活。老板什么时候发便当？哎、欸，便当。家务事比较多，所以会比较晚起来。出门起床要先处理三个，事情蛮辛苦。讲这种都要剪掉的。